这边要写那个算法给他，这个 image 是这一个 object 的translacy， 所以原本的点是 negative 2跟5，然后它 under 这个 translacy xy， 所以代表这边加了一个 x， 这边加了一个 y， 才会变成它的 image 4跟减3，然后你就要分开做，减2加 x 会拿到4，所以 x 等于6，然后5加 y 等于 negative 3，所以 y 会等于 negative 8，才会有2分。